今仔日是二二八事件七十二周年的纪念，是这个代表台湾人苦痛的日子。我以台南市长的身份，向所有受难的先烈和前辈，致上最深的哀思和最高的敬意。也对各位受害的家属，以及在事件中受影响的台湾人，表达最诚心的关怀。二二八事件不是一天的代志，是为迄天开始，连续几落个月的清乡行动，以及后续几落十天的白色恐怖。在这件事件中间，受难者包括了各国族群，嘛，从此以后改变台湾的政治形形态。当然，以后无过热衷公共事务，对咱家己的历史，嘛选择性的袂记。许多台南乡亲在二二八事件中失去亲爱的家人，也失去对社会的关怀，更对政府产生严重的不信任。我们作为民选的政府，在这边要向市民朋友严肃的承诺，这座城市将不必再担心人权受侵犯，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分党派立场也将受到最高的尊重与保障。仇恨也许可以被淡化被原谅，但历史绝对不能被遗忘。那些台南民主前辈的贡献，台南市政府会用各种方法保留下来，让市民朋友记得前人奋斗的轨迹以及背后的历史背景，也让下一代传承台南人追求公理正义、争取人权民主的精神。台湾沉痛的伤痕，七十二年过去了，希望爱甲包容会当予咱对伤痛的内底行出来，重新来审视民主的意义，予国家甲百姓袂再因为有无共款的论调、意见争论不休，来徛伫对立的立场，再出来造成更加大的伤害。这是历史的教训，咱袂当再来行回头路。今日咱期待政府甲咱共款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未来，好好疼惜教育咱的下一代，好好栽培咱的下一代。希望咱的下一代会当伫台湾的社会，甚至讲社会世界发光发热。